OK，我们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一个 ZVZ。那在这里呢是贝塔杯职业竞技组的16强 Sobey Rush，我们的专业赛品呢在这里。5点钟方向是蓝色的虫族，那么对上呢1点钟方向呢粉红色的虫族，也就是月影了。911，人称911，是也是呢星海一。星海一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玩星海的。虫族玩家，那么收贝跟月影呢，两位呢是已经认识相当的久了，所以他们的打屁呢都是闲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收贝跟911月影呢，当初在封测的时候，好像就是讲说，他们要来创一个都是只有女生的战队，好，那现在说月影就说女生都被 Rush 招走了，然后呢这个收贝就说，结果你跑去 MAD 拿招。看到女生你就软，然后月影就点，这个点的意思很大。这个月影心中的 OS 呢，可以自己可以，大家可以想一下，无言。那么月影呢，在这边是十 D 吗？我们看到是一个十 D 哦，十 D 重对重十 D，我其实不是觉得很 OK，但是我们就要来看月影要来做什么了。十 D 通常你的小狗6只呢，到对方家里的时候，对方是14D 的小狗狗时，的小狗都出来了，所以小狗就会刚出来。就是如果地图的距离不是太远的，不是太近的话啦，你十滴的三只小狗，等一下它有没有盖网虫？哦，有，好，有盖网虫。好，这边呢会刚好150，然后呢直接6只小狗，然后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十滴能做到什么样的伤害了。但是通常呢，哎呀，我们的收贝呢是来做一个裸霜，还没有狗食哦，还没有狗食，这个就要看看收贝要怎么挡了。这个时候才盖下狗食，那我们这里呢，小狗是快要出来了，这个时候才盖下了我们的毒爆虫草。毒爆虫草也是相当的早，那么已经还没有生狗术，所以我们的月影的十滴呢，是没有生狗术的十滴，有可能是等一下要换成毒爆虫了。好，继续再生小狗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看到月影在这里。月影目前有9只工兵而已哦，然后8只的小狗。那么八只小狗，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那就 GG 了。我们的工兵数呢就会差超多哦。我们收贝呢把在这边把它取消，因为呢，刚刚王虫这里中间的王虫已经看到小狗过来，直接取消，然后直接呢工兵先拉出来要跟他做对抗了。好，小狗呢先被杀掉了2只，我们看到收贝的微操相当的细腻啊。好，在这边容许我暂停做一件事情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我呢玩，把这个用成这个好，OK，继续 Go。等一下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，有6只的毒爆虫正在转换，那么2只已经完成了，2只毒爆虫就可以炸掉所有的工兵，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工兵散兵散的怎么样。哇，这边有2只小狗先牺牲掉，牺牲的很不错。那么再来呢，守备要把兵散开，但是没有散开，好，1只、2只、3只。好，2只，目前是2只工兵。哇，这边又炸了另外2只，所以是目前炸掉了7只哦。月影炸掉了对方7只的工兵，那结果收贝这个时候工兵数掉到了9只，跟月影还是一样，所以没有哪边比较亏。收贝当然是，等一下，直播卡卡，这个就不用录到 VOD 里了，直播会卡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还好吗？各位，没画面哦，刚没画面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现在好了是不是？你们顺吗？刚没有发生太大的状况，所以如果你们顺的话，我就继续。那么如果大家想重开的话，我可以重开。现在很 OK 了哦，好顺 OK，这个我妹呢已经把 PPS 关掉了，悲剧的 PPS。不过话说 PPS 呢，再怎么说都是台湾人的发明的产物，只是市场在大陆而已，这个好像很多人不知道。好，不废话了，这个我们高科技呢，这不是开玩笑。然后这个时候收贝呢有2只的小狗，这2只小狗可惜没有点掉，至少去把这1只毒爆虫咬掉也好。那这边已经有一只的后虫在准备待发哦，先吃掉一只，哇，吃掉一只漂亮。那么收贝这里的我们的工兵全部都是满血，2只后虫出来，哇，完全吃不到，漂亮哦。然后这边有一只后虫，赶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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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跑掉了。
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收贝还在一个矿哦，生下了二本。然后呢，月影是开下了分矿，还没有升二本哦。那么目前两边的工兵数是，哎呦，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单位列表，哦，刚刚是一模一样哦，刚刚是两边都是19只的工兵，然后两边都是3只的王虫，两边都是2只的后虫，那一只后虫啊，一只后虫。那现在呢，刚单位数几乎一样，所以目前刚刚前面有经过一些毒爆虫啊，一些小狗来两边做一些攻击啊等等，那现在又回到了原点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已经开始不一样了。收贝呢是二本，那么月影呢是两矿。如果收贝的二本赶快起来之后，你看它已经2个瓦斯在挖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期待到的是二本一好呢，就是我们的飞糖了。看是不是飞糖了？我期待是飞糖。好，这边有只小狗的样子，被打掉。我们还没有工兵拉出哦，飞糖塔。飞糖塔盖了下来哦，但是我们就要看看收贝呢。收贝只要能好好的运用这个飞糖哦，重组二本是就是重组这个月影两个矿会很危险，因为你两个矿就变成你的防守阵容呢就需要2倍。那你需要2倍，同时飞糖又有它的机动性在，那它可以很好来做这个做攻击。等下为什么？有没有 lag 到？希望是没有 lag 到。好，这边两只小狗，不，两只后虫。哇，这两只后虫读得超漂亮。然后月影打出了点点点，刚刚有点小小 lag，很奇怪哦，很奇怪，奇怪，为什么看 RP 会 lag 呢？这个我实在是很不了解，不了解。月影呢，二本还没有升。盖下一个防空炮，这边也盖下一个防空炮，它似乎已经还没有看到收贝的状况，收贝盖下了二矿，飞糖塔一盖好，可以盖出5只左右的飞糖，好，4只飞糖，另外100块有没有要再盖飞糖呢？五只飞糖哦，5只飞糖。地刺呢移到前面，虫太流应该可以继续扑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监察王虫进来，看到已经有一个包子爬行虫，第二个包子爬行虫正在盖，同时二本也正在升。那么对了，这张地图呢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，你的自己的二矿呢，就是在高台上这个二矿是在自己的左手边，所以你的出场的点位呢就变得比较重要了。如果你的出场点位是在像月影这个点位，你的二矿就很容易被。二矿就很容易被对方做空降啊等等，所以像你看月影这边，以这个地形来看的话呢，它就是二矿会危险一点了，危险一点，像飞糖就可以直接飞过来，那这是比较悲剧的。目前收贝这里有4只的飞糖在持续的移动当中，那么我们月影呢，目前盖下了刺蛇兽穴要来做抵挡的动作。其实我觉得自从改版之后呢，虫对虫的时候飞糖。比较没有这么有效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感染虫实在是太威猛了，感染虫的那个血扣太快了。那当然了，感染虫那个虽然血扣太快，但是只剩下4秒钟，所以飞糖如果能跑得掉的话呢，跑得掉的机会会比之前大了，因为之前定到8秒钟，这个刺蛇都把你的这个飞糖呢打歪了。那现在剩下4秒钟，但是血也是扣得很快。哦，然后月影呢？这个时候盖下了蟑螂的移动速度，同时盖下了3只的刺蛇。哇，月影的王虫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好，飞糖，这也是收贝的飞糖。好，飞糖，收贝这边就是做一个很不错的示范，就是呢，你如果孢子爬行虫，你飞糖进入到人家孢子爬行虫的范围内。那你可以去，然后你像打瓦斯不会被打到的话，你就可以专门去打他瓦斯。那非常会有弹跳攻击去打这些工兵呢。月影盖下了3矿哦。那么同时呢，月影盖下了感染虫草，感染槽。
好，手背在这边，我们看一下，感染虫草已经好了，而且已经在这里呢，到了30秒以上。手背已经先盖出了四只的样子，这四只快要出来了。可这四只稍微有一点点悲剧的呢，就是它们的能量只有50，稍微晚一点点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到75了。好，跟各位提醒一下，如果你是虫族玩家的话，你如果生了感染虫巢，然后你再生这个病原体现的话呢，病原体现需要80秒，有没有？那你只要病原体现一超过30秒，就是等于是31秒之后，你就可以大量的来生你的感染虫。那我是建议呢，你的病原体现生到31秒之后再来生感染虫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真菌增生会比较，就是出的会比较顺利。你的感染虫会一出来，因为感染虫建造时间只需要50秒，所以你呢先等30秒之后呢，你再来盖感染虫，你的感染虫一出来就是会有75点的能量。好，现在呢我们的收贝呢人口在101，那么月影呢在107哦，而且盖下了第四个分矿，天哪，这分矿盖起来不是盖的那。我们收贝呢是正在盖第三个分矿，这个分矿有点危险哦，因为这个分矿呢是算是在对方会来攻击的路上啊，所以如果收贝不小心没有挡好的话，这个分矿会第一个被打掉，那会直接呢会从三个矿变成两个矿。好，收贝这边蟑螂数量也是很多，但是还没有遁地，所以也没有遁地移动啊，就是单纯的蟑螂的速度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感染虫重要了。好，但是只有4秒钟，我们的月影呢，继续的在往前移动。好，然后又是另外一个感染虫，我们的感染虫呢是会慢慢的扣血。哇，这些蟑螂如果能在不过感染虫这边也是距离太远了，前面有一些前线单位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哇，这还敢继续追，实在是太威猛了。哇，没有控到。但是呢，刚刚这边有一些蟑螂很悲剧哦。这边有一些蟑螂，我们看一下血量。你看这四只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就是能一发一击必杀的。好，这边有两只蟑螂牺牲掉了，非常非常的可惜。那么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是两边的收入呢？两边的收入，月影是在1600，对上收贝呢在1100。看起来目前收贝的情势比较没那么好哦，那它的三矿才还没有开始挖，但是我们看到月影这边三矿也是挖的不错了，也还 OK 而已，还没有到满挖了。那收贝呢这边的蟑螂数量非常非常的多，目前的人口呢，我们的军队人口数哦是在144。好，这边两边又打起来了，好，更多的蟑螂，收贝有没有办法呢？我们看到月影这边的单位非常非常多，还有赤蛇蟑螂的帮忙，那再加上后面有感染虫，好，收贝呢是退了回来。我们这时候看到月影的二矿还四矿啊还在，那么目前还是在停留在二本的科技。那我们看到现在呢，收贝又生了另外11只的蟑螂，月影也是生了11只的蟑螂，然后呢它有遁地咯，这里月影有遁地，遁地呢是让我们的蟑螂补血速度更快。好，收贝准备来打这个石头了，我们的月影看到了。好，石头打掉了。矿场已经耗尽。好，这有2只的变形虫。好，收贝呢？三矿之外呢，我们盖下了第四个矿。那么跟月影一样，月影的第四个矿也等于还没有在挖营运。那么哦，有了工兵过来了。那收贝这个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染虫，要准备要做进攻了吗？那这里还有非常非常多。